即系蝴蝶几靓。不过好多时靓都系表面嘅嘢嚟，而喺靓嘅背后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噶啦。大家可能听到一个传说，就系话啲鬼魂揾替身嘅时候，会附喺嗰啲昆虫嘅身上。头先嗰只蝴蝶咁靓，唔知啲鬼魂会唔会选择佢做对象啦？我飘渺喺空间。无论在太阳和月亮照射之下，我都会寄附在任何形式的物体上，而且我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，因为我要找替身。怎么打猎的？等我教你啦。你只飞着来喎，看边帮的。等我赶走佢先。飞走咗！千祈唔好打佢，快停手！哎呀，飞到妈博桥度，快捉住佢啦！千祈唔好打佢，点解？点解唔打死佢啫？人哋话飞入嚟嘅昆虫可能系魂魄嚟噶，如果你打死咗佢，屋企细佬哥都会有麻烦噶。咁会有咩麻烦噶？妈呀，你做咩咁紧张啫？阿弥陀佛。希望你有咁远就飞咁远。节目有讲过，由毛虫变成蝴蝶嘅镜头啊，好得意噶！有咩意法啊？有一条虫，慢慢咧佢会变成好似粒花生咁嘅嘢噶啦，然之后冇几耐咧佢会爆一只好靓嘅蝴蝶出嚟噶啦。我想睇下点样变法啦。好难啊，要撞啱先睇到变蝴蝶嘅情形啊嘛。不如我捉一只蝴蝶俾你睇下啦。好啊，好啊。有一隻啊，等我射佢落嚟先。哎呀，昌哥啊，唔好啊，阿妈话唔好射飞屋嘅昆虫啊。怕咩啊？呢度又唔系屋企。昌哥话唔好啦，声话唔好伤害昆虫啊。真系唔忿气啊，一定要射你落嚟。昌哥啊，我哋翻屋企啦，我哋要食饭啊。好，等我翻屋企练到百步穿杨嘅技术，第时再射过你。表姐啊，呢啲蝴蝶几靓喎！系啊，好多蝴蝶嘅花纹都好靓噶。先生话呢啲花纹啊，系我嚟保护自己噶，系咪啊？系。你好中意蝴蝶嘅咩？系啊，我话佢要捉几只俾阿英仔嘅，不过做咩啊？点解突然间咁唔开心嘅？寻晚阿妈唔俾我哋捉蝴蝶喎。你哋琴晚捉蝴蝶喺边度捉啊？寻晚有一只蝴蝶自己飞入嚟我哋屋企啊，不过阿妈又唔俾我哋捉，佢话嗰只蝴蝶啊系魂魄嚟噶。阿昌啊，夜晚飞入屋嗰啲唔系蝴蝶嚟噶，系飞蛾就真。飞蛾？嗯，飞蛾睇上嚟好似蝴蝶咁噶，不过咧嗰啲花纹就冇蝴蝶咁鲜明，通常系比较灰暗啲噶。阿姨话只飞蛾系魂魄嚟嘅，佢只不过系迷信讲法啫。阿昌啊，既然你咁中意蝴蝶，呢个标本送俾你啊。多谢表姐。
点解有咁多蝴蝶标本嘅？佢哋喺边度揾翻嚟嘅咧？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，我都好中意蝴蝶嘅。但系自从嗰一次，婆婆请咗个问醒婆翻嚟屋企，话要招魂，同我死咗嘅公公倾偈。请要十殿玄关，人无拍须阳间，在南国天如赞，罗尼神有乜事呢？你响下边点啊？安唔安乐啊？我喺阳间就唔系几好，喺阴间就十分安乐。如果你喺阳间呢，俾啲心机教育下一代成才啊！当时如果唔系我亲眼见到嘅，我真系唔敢相信会有咁嘅事发生。嗰个文醒婆系咪喺度做戏呢？但系我见到佢咁辛苦嘅表情，同埋佢所讲嘅说话，又唔到我唔相信。佢仲将我哋以前嘅事，同埋所有人嘅嘢讲得非常之清楚。听起上嚟，真系听到我打冷震。婆婆仲喊到唔出得声。经过咗五六分钟之后。你有咩事干呢？你都失难言。你仲有咩说话吩咐讲呢？冇啦。大少点啊？你哋陈相公翻咗去地府啦，不过喺九泉之下咧，佢都会保佑你啲陈门嘅子孙百岁安康嘅。咁就好啦。有件事我要提醒你哋嘅，咩事啊？墓前墓后有咩蛇虫鼠蚁或者系蝴蝶飞虫飞入你哋屋，可能性系陈相公附托魂魄翻嚟见你哋嘅，你哋千祈唔好伤害佢啊！你哋千祈唔好伤害佢啊！你哋千祈唔好伤害佢啊！昌，为什么你今天这么晚回来的？阿英正话找你啊，他说你放学就会立刻回家的。不知道阿英现在去了哪里？昌，为什么你傻地站在这里？还不快点放下书包，又要洗个面先。昌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妈，乖。昌哥呢？昌哥在厕所了，你乖乖地快点做埋功课，我去买啲嘢吓。拜拜。拜拜。昌哥，昌哥，昌哥，昌哥。昌哥，我正话门口捉咗只蝴蝶啊，快出嚟啊！我记喺本书度啊，快啲打开本书。打开本书，哦，哎呀，仲生嘅，快啲放开。唔放，放开啊！你以为有咁辛苦捉到，我点都唔使。快啲放开啊！我放了蝴蝶啫，杨永英，你好放开我了，如果不是昌哥，怎么发生？你将我的灵魂附身捉了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昌哥，你不要吓我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
你不要破坏我的计划。阿姑，你不能够毁灭我的。张哥，你说什么啊？我捉住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啊？难道做妈说有魂魄管住蝴蝶走？杨永英，你好放开我的灵魂附身。如果不是，如果不是你又怎样？陈永英，你不要理闲事啊。英，你读书我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希望你的魂魄快点离开窗，你不要再缠着他。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这次机会的。快回家，不要说那么多事情。